二款阿尔法，是达瓦在2022年为中间机种 Alphas 新追加的精细型号。这次更新主要是更换了更适合精细坐调的前线杯，其次是超高速比变为8.5速，最大收线长度85厘米，比之前的8.1速比多了不到一个中指的长度。外观则只是把线杯和摇臂从黑色变成了白色，线力报警功能不失所望依然是没有。由于达瓦官方和其他媒体对这次更新也没有更多的介绍，所以说到这里我也编不下去了。这次更新无非就是让还没买的人多了选择，已经买了的人多了遗憾罢了。不过达瓦已经为老用户准备好半价续杯礼遇，只要购买 SLP800S 前线杯，就相当于升级为22款阿尔法，这可是21款用户才有的待遇，因为22款用户暂时是没有官方深线杯可以选购的。